巍巍嵩山，普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。 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定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。 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，都要收复散乱的心、执着的心。在武事中，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、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全归一。好。
棋迷棍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：双脚并步而立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右手持棍，棍根朝下竖于右脚前外侧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 请看侧面，起势。七星竖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双腿下蹲成七星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。 着地竖于左脚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动作，七星竖棍。 畸形三挑棍，共分三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双手持棍，左手下压于腰间，使棍根向前挑出；双腿下蹲，右脚向前放于左脚前成七星步；右手后拉下压于腰间，使棍梢上前挑出。棍梢与口同高，目视前方。 二，双腿下蹲，左脚向前放于右脚前成七星步，左手后拉下，压于腰间，使棍根向前挑出，棍根与口同高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双腿下蹲，右脚向前放于左脚前成七星步，右手后拉。 压于腰间，使棍梢向前挑出，棍梢与口同高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续动作。 请看侧面畸形三挑棍，右握枕。 右握枕，左握枕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。
上体右拧呈左弓步，同时左前臂向上，竖于左肩前，右臂向右，下顺放于右腿外侧，目视右方。 请看侧面左握枕，右握枕。 请看侧面右握枕，弓步刺棍，体左转90度，左手松握，右脚提起，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。 右手下压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手前推，使棍梢向前刺出，棍梢与喉平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刺棍。 弹腿劈棍，左手松握，右手后抽，右脚向左脚后跟步，左脚提起，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同时左手持棍放于右腋窝下，右手松握向前，使棍根顺左腿内侧下劈，目视前方。 请看侧面弹腿劈棍，马步撩棍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脚向前上步。 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后上，而后向右下运行，上体左转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上撩出，棍根高于头平，目视右方。 请看侧面马步撩棍，马步劈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。 上体左转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右下劈，棍根与膝同高，目视右方。
请看侧面，马步劈棍。弓步拦腰棍，体右转90度，右手松握右滑，右脚向右后退步，体右转90度，呈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棍收于腰间，左手松握前推，使棍梢向体前横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拦腰棍。弓步背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呈左弓步。同时右手向前上，左手松握向右腋窝下使棍，棍梢朝上，背于右臂后，左手松棍便剑指前指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背棍。马步劈棍，右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前下撩出，左手反把接棍，体右转180度，左手左上举，右脚向后退步，上体右拧，双腿下蹲，呈马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左下劈，棍梢高于7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马步劈棍。匍步劈棍，左手松握左滑，右脚向左脚内侧靠步，左腿左伸，右腿全蹲，呈左匍步，同时右手松握向左上，左手持棍向右放于右腋下，使棍根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匍步劈棍。
马步挑棍，双腿起立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而上，向右下运行，上体左转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上撩出，棍根高与头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马步挑棍。马步劈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上体左转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根朝右下劈，棍根与膝同高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马步劈棍。翻身劈棍，体左转90度，棍根拉地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脚再上一步，右脚提起，体左转180度，右手右上举，右脚向前落地，上体左拧成马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下劈击，棍根高于七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翻身劈棍。弓步拦腰棍，体右转90度，右手松握右滑，右脚向右后退步，体右转90度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棍收于腰间，左手松握前推，使棍稍向体前横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拦腰棍。弓步背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后退步，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向前上，左手松握向右腋窝下，使棍梢朝上，背于右臂后，左手松棍便剑指前指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背棍。蓬头棍，左手向右腋窝下反把接棍，左脚向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双手持棍
向上平架于头顶上方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蓬头棍。普步劈棍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体右转90度，右腿下蹲成左普步，同时左手松握右滑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普步劈棍。马步撩棍，重心左移，体左转，右脚向前上步，左手松握左滑，上体左转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同时右手左滑，左手持棍，使棍根向右上撩出，棍根高于头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马步撩棍。马步劈棍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上体左转成马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使棍根右下劈，棍根与膝同高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马步劈棍。弓步拦腰棍，体右转90度，右手松握右滑，右脚向右后退步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手持棍收于腰间，左手松握前推，使棍梢向体前横击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拦腰棍。弓步背棍，右脚向左后退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向前上，左手松握向右掖握下使棍，棍稍朝上，背于右臂后，左手松棍便剑指前指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背棍。
普步劈棍，左手向右腋窝下反把接棍，体右转180度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向左前下运行，右脚向后退步，左手左上拳，体右转，右腿下蹲成左普步，双手持棍，使棍梢顺劈于左腿内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普步劈棍，右握枕，右腿起立变右弓步，同时双手持棍，右前臂向上竖于右肩前，左臂顺放于左腿外侧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右握枕，收势，右脚向左与左脚并步，双腿直立，同时左手向右，右手向左横棍于腹前，右手松棍便立掌竖于胸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收势，
少林齐眉棍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，双脚并步而立，左手自然下垂，右手持棍，棍根朝下竖于右脚前外侧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预备式，起势，左脚向左跨半步，双脚。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。一，
以禅入武。在训练中，从时空不空，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。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拳归一。